今天开这个新车出去，儿子在帮我调声音，我还没摸索好。Oh, this is sound. OK, 那走了。调好了。哎呀，我是开那个七座的，开习惯了。我要开这个车哈，这个新车，我总觉得这个新车不够大。其实我觉得就是，哎呀，这个车呀，什么牌子真的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开着舒服就可以。可能是我开刚刚开新车的事情啊，就是不习惯有点，什么东西都要重新摸索。那个七座的商务我已经开习惯了，也很舒服，很宽敞。今天外面的天，怎么说啊，有点阴，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天，没有太阳，然后还比较凉快清爽，穿那个衣服也很舒服，要不然太热了啊，等一会儿一动，哎呀，满身都是汗，觉得我现在带着这俩小孩去吃那个墨西哥菜，然后呢再去超市逛逛超市，今天晚上继续吃春卷，然后前天去奶奶家的时候，那个小孩没有吃够，儿子他没有吃够，然后他今天又说，妈妈我还想吃春卷，我说行可以啊。好，现在带他俩去，要红个灯，红绿灯，这俩小孩在后面呢。一万岁，阿姨们好。哎，阿姨们好。宝宝呢？谁？阿姨们好。阿姨们好。哎呀，我的小乖乖呀，昨天发视频，阿姨们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，然后着急到不行，想看你，想听你的声音。怎么了，妈？儿子在那儿呢。这会儿没有什么人，所以我开的比较慢，然后手机在这儿放着。我在这儿呢。我们马上快到那个这个什么墨西哥菜的这个餐馆，这个快餐店了。这个就是 Taco Bell， 今天人还不算多，是个快餐店。我们一来超市，这哥哥肯定是要推着妹妹的，是吧，儿子？走吧。啊，你要什么啊，乖乖 ？Baby， my baby girl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加一个，这个就是美国人很喜欢的超市。然后它里面的东西哈，就是怎么说哈，特别特别的新鲜。然后很多美国人都喜欢来这个超市，但是它的东西比那个普通的那个别的超市都贵呀，任何东西都是面包啊、牛奶呀、蔬菜、水果，还有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比其他的超市贵一些。他们家的东西特别新鲜，不管是肉啊什么的，反正质量都会好一些。就是我平时，哎呀，买一个蔬菜油回家炸春卷吃。但这个油很便宜的，3.79块。我就是用这样的油，炸东西。然后炒菜的情况下，我都是用那个橄榄油，就这种的橄榄油 ，organic 的，就是有机的橄榄油。这个小妞妞，哎呀！他俩可开心来超市。哎呀！啊，这边呢就是肉区，全部就是肉、肉馅儿、肉饼，然后香肠、鸡肉馅儿、牛肉馅儿、猪肉馅儿。我觉得美国最便宜的都是猪肉，你看这么一大盒猪肉，猪排才12.58块。香肠也便宜，猪肉的香肠一磅是4.79块，
这一盒多少钱啊？它上面没写。超市，这个加一狗超市规划很好，里边就特别，哎呀，那俩小孩跑哪里去了？安森尼，哎，又来看这个 cookie 了。这俩小孩一进到超市都是要看饼干。他们这个超市就是很，你看起来就会很规矩。这一区域全部是饼干，然后什么 chips， 就是那个薯片，都是这样的，各式各样的饼干。哎呦，我对这个饼干是不感冒。3D， 我在这儿呢。以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出现镜头的人哈。哎呦，这俩小孩一来超市就是要吃零食，然后糖、饼干。哎、我现在是没办法弄，不买吧，然后等一下就不开心了。买吧，这些东西真的吃的是没有半点营养，一点也不好。When you got one, I gave it, mommy. OK， 买完东西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哎，这一会儿有点热了，刚才出门的时候还阴天呢，这会儿又开始有大太阳了。这一会儿 ，Anthony 往旁边走，看看，这，好 ，sorry， 这一会儿。这一会儿有乌云、白云，很低。你看啊，感觉那边是不是要到地上一样啊？给抱车上，上车外头，还给他买了一个气球，看看。买他一上，他一上超市，他都要买气球。上车吧，快上车，上车来。就站在这个后备箱这儿，我刚给他。把那个尿不湿给他换了，他拉臭臭了。我们出门要给他穿个尿不湿，要不害怕他就是找不到厕所。走了，不穿尿不湿害怕等一会儿找不到厕所。我们回家吧，啊，好吧。OK， 走。一上车，哥哥就是给妹妹绑安全带的人。绑好了吗，儿子？再给他买个这个大气球，你看看，一个这大气球$7，哎呀。他非要不给他买吧，不行，那就给他买一个吧，比吃糖好，是不是啊？吃糖的情况下对身体没有任何营养，也没有健康。然后他们家还有那个糖尿病的遗传史，我婆婆哈都有糖尿病，然后她姊妹几个，我婆婆的姐姐，然后还有妹妹，还有哥哥都有糖尿病，包括就是婆婆的妈妈也有糖尿病，所以有遗传史。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让养女婿吃甜的和高热量的东西，我也害怕他有糖尿病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晚饭今天吃春卷还有蔬菜沙拉，健康哈。回到家做饭去，看我这一天忙的，早上醒来到现在，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儿子不上学，我要一拖二。然后呢，养女婿呢，整天一天忙到晚。所以说，那儿子放假这两个多月，我就是陪着他俩玩，除了玩就是玩，让儿子开开心心的玩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回家吃蔬菜沙拉，还有春卷哈。刚给严女婿打的电话，他说他喜欢，你说听吃蔬菜沙拉他喜欢，他最近在减肥，我也在减肥，我最近瘦了10磅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呀？我的脸比以前小一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手机拍摄本身都会显脸大，其实我镜子里脸没有这么大的，我脸大。我妈就都说我长了一个那个门面脸，就是一看就是那个富贵人家的长相，就是一看不是没有人吃的，就是没有吃的那种家庭出身的，就是脸大嘛，长门脸，长不是长那个什么叫。掌门面，就是我妈就是说门面脸，我们河南就是这样说。我今天穿了一条白裤子，身上还行哈，是吧？身上也不胖。刚刚买的巧克力，我也尝一个。嗯，蛮好吃的。Oh my god， 来给。
哎，和甜的东西女人都喜欢。我是控制的好，我一说为减肥哈，真的说不吃就不吃。从超市回来，把东西放到家，带着这俩小娃娃又来公园玩了。这小牛在这儿呢，小 baby relate to that。 哎呀好热啊，这一会儿来的时候还没有拿防晒霜，你看那个脸晒的都是红的。哎呀，我得给车上放一瓶防晒霜的。这男孩晒没事，就这个女孩，你看这个脸晒的红，你看这个脸晒的红的。对呀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，呱呱，小心一点，宝宝。要下来吧，你要喝水吗？要喝水吗，呱呱？让妈妈给你拿水，好吧？我们去喝点水，去那水管那儿喝点水，走。等妈妈带宝宝去喝点水，走。You're fine.OK， 那个脸晒得红的。哦，真棒！看看，他自己就上去了，就我没有管他，他自己上去的。怎么啦？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，小心一点啊。You can go running. That's fine. 他有点害怕。你看这脸晒得红的，哎呀心疼死我了，快下来把妈妈抱起来了。弄这儿很脏，小心一点。你看这个也是他自己爬上去，强壮的小妞，强壮的小妞妞。下来吧。 Too scary。 妈妈在这儿呢，慢点啊，来吧。你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快点下来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咦，怎么说下雨就下雨了？你看那天阴的。咦，这一下雨又不热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全部阴的，这会要下大雨了，这会儿。哎呀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，下大雨了，赶快。安森尼 ，No， 你得 go， 快点。我的春卷，我的蔬菜沙拉，哎，今天简单又营养又健康。我朋友今天也在这儿呢，还有这俩小孩儿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小宝宝妞。哎，谁阿姨们好？妈妈好。哎呀，真乖，吃吧，乖乖，吃吧。朋友也送走了。然后天也黑了，现在一看表几点了，9:30了。我朋友带的儿子刚刚走，哎，这俩小孩也安生了，给他俩洗洗，然后准备给他们睡觉了。忙碌了一天呢，一天没有闲着。今天你看这个头发早上起来造型都没有做，就这样蓬蓬的就跑了一天在外面。和我那个朋友，我俩也认识7年了，对，7年了。保持一段好的友谊真的不容易啊，就是要彼此换心，然后彼此理解，彼此支持，彼此鼓励，这就是朋友之间最，对我来说最美好的友谊吧。这俩小娃娃在这儿呢。安贤今天也是忙碌了一天，准备也去洗洗睡了。然后一天忙得不可开交。Hey, Anthony, you want to 给阿姨们 say bye bye? Bye bye. 爱你们。爱你们。嗯啊。嗯。啊哈哈，宝宝妞，阿姨们的小可爱，这是阿姨们的小帅哥，是不是啊？嗯哼。好，拜拜，朋友们，爱你们。看我这个头发。